生谁宾临，草木皆是刀光剑影，谁靠近谁清醒，黑白由谁来分明，殊途同归不同名，流血不留名，走遍了荒漠寻找自我，在黑暗角落光明磊落，暗河流过谁的传说，最后谁又把谁一生埋没，我一跃而上，刀尖上的风浪，热血怒放开出信仰，谁用梦想抵达宿命荒唐，我一流而上，生死如天地苍茫，此生不今日大寒，若过今日，万物皆新。石诺纵饮，莫问前路。唐二老爷好雅兴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，快了，雪落消融，便可见春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、每年等着的便是冬天赶紧结束，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却又下了一场雪，又迎来了你。叨扰了。杀手临门，却还如此有礼有节。你是苏家这一代的第一高手，执伞鬼苏沐雨。有幸能让唐二老爷听过我的名字。暗河天下第一的杀手组织，在朝能杀皇亲国戚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，而你执伞鬼更是被暗河大家长选中，成为了其直属杀手团的首领，接任了魁的位置，所以今日是大家长派你来杀我的吗？唐二老爷误会了，我今日只做旁观。哦，所以我真正的对手是自然是我。40年前我败于你手，便和你约定40年后再战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当上了大家长便不会再理会这些无趣的约定了。有些约定即便无趣仍要赴约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中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如君所愿。这么多年了还是银针开路，就没点长进吗？当年的你却还不曾开始用剑。好一招万树飞花。天下间无人能和你相比，可是你我这一战本该只为胜负，
不争胜死。我接了杀你的任务，那个人的命令是我无法拒绝的。可惜啊，也有人让我杀你。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得太久。雪落一枝梅。方才您可以避开的，他是檀儿老爷，他的眉之上必然带有剧毒。但是方才是杀他最好的机会。来之前您曾和我说过，这只是一场约定多年的比武罢了。唉，中了别人的圈套啊。我们都以为是执旗者，却成了别人的棋子。我带你回安和，立刻让穆家最好的药师为你治疗。不能回安和，我们去钱塘城找一个叫白鹤怀的人。大家长是觉得各家若是知道你受伤的消息，他们等了很久了，或许这一切就是他们安排的。找到白鹤怀，我们北上。北上去哪里？家园。家园是的，家园。我带你见你最想见的那个人。你们去周围看看。领命。不必想了，有人在此提前布下了阵法。从踏入这片竹林开始，我们就入了对手的圈套。就是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我曾记得昔日的你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。穆家穆有哲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侍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。素闻执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十八剑阵，可看你现在的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那十八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最后是你的同伴苏昌和代替了你，
做得很好，一行十七位同伴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了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已经死了。实在没有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十三鬼，从尸横遍野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隐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一个孩子下手。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。你是什么时候？太可恶了，你竟然用如此肮脏的污泥玷污我，恶心死了。可恶，居然连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受不了了。大家长，看来穆家已经知道了您重伤的消息。穆家家主穆子哲向来不喜欢隐藏自己的野心，只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，做得这么直接。只是派一个穆隐哲就想杀我，可笑。但不清楚他们现在知道了多少人，是否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，是否也探寻到了那位神医的下落。以穆子哲的性格，若他提前一步找到那位神医，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死。他觊觎我这个位置很久了。穆鱼，我们一行人前行速度太慢，你先行跟往钱塘城白鹤药庄，先将神医接出来。可若我走了？哦，看来我们是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了。不妨，是我故意让你们离开的，只有你们走了，他才会掉以轻心地显出身份，不然这迷雾之阵并不好破。去吧，那气度暂时被我压制着，他们现在若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。但若那位神医被杀就麻烦了。好，你们守着大家长继续先行，在我们先前说过那间道观之中汇合，途中不得离开大家长半步。头，放心吧，朱影其余众人都在往一处汇集，到时候我们朱影十二小集结，没人能伤大家长分毫。那我便先行一步了。木鱼，既然穆家知道了，那么苏家想必也很快会得到消息。若是他们也来杀我，你当如何？还未发生的事情，我从不去想。家主命你赶往钱塘，击杀大家长，带回棉龙剑。此时动手，老爷子就不怕背负骂名。穆家的穆隐哲已经动手了，谢家也已动身，苏家也该有点动静了。苏穆宇和穆隐哲动手了？他还差点杀了穆隐哲。仁慈是他最大的弱点。还是你了解他，这就是老爷子选你去杀他的缘故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老爷子就不怕我手下留情？从现在开始，带着这块令牌，苏家杀手皆由你统帅。女子被真药香，这男人长得真好看。这位姑娘，未曾婚配。啊！开个玩笑，少侠是要问路吗？姑娘慧眼，我想问姑娘一声，
附近是否有一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哦，公子是要看病，武医术不错的，我来看便是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了需要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了。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来的呢？你，莫非姑娘是？雪落一枝梅，风雪一片白。姑娘，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暂时来不了这里，让我先去给他探个路。这位公子，带路吧。歇够了没？再迟怕是人都跑了。急什么？等我擦完宝靴。你心里有没有正事儿？正事儿？就凭我们俩杀大家长，夺棉龙剑。大家长受重伤，千载难逢。少主说，这消息咱们谢家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哼，咱俩这是要飞黄腾达了。小心。好身手。姑娘请。我们到了。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似乎出了些问题，可神医呢？嘿，我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就是神医？不是，走了走了。哎，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的弟子，先过来帮师父看一下病情。姑娘随我进去。别，哼，我觉得这里好像有鬼啊。头儿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大家长在里面等你。姑娘请。大家长，白鹤药庄的人来了。许久没见面了，上次见你时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拔刀，不过是头发白了而已。那便不多言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起刀来。男子，请收起你的杀气，若是吓到我了，我手微微抖那么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抱歉。你还挺有理吗？我的血液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霉香？雪落一枝梅。大家长，我有一个问题实在忍不住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大校长，你怎么还没有死？木鱼，别紧张，毕竟我还有几十年的功力在身，勉强能撑着不死。雪落一枝梅，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据说除了唐二老爷之外，无人能解此毒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麻烦？莫非就连药王谷都没有办法？嗯嗯，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有死，就可以医。那便快些。只要？只要什么？只要银子给够。管够。
这就行了，能医。姑娘可以做主，不再让你的师父来看看了吗？我师父早就入土为安了。新百草的小师叔已经死了。木鱼，这就是新百草的小师叔，前代药王的师妹，药王谷初代谷主李宇真的关门弟子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，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神医先生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可以，你借一步说话，我借点糕饼说话。大家长，这么多你也吃不完，我帮你吃吧。都拿去吧。那我可就都拿走了。拿去拿去。你把我单独叫出来，想问我多久能医好大家长。正是。我已经将大家长身上的奇毒强行压下去了，他今天肯定死不了。今天？这可是唐门奇毒，哪有那么好医？不过放心，我师父都说我天赋异禀，我可是他的关门弟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贪财啊？先生医术高明，多收点钱也是应该的。你这个人不坦诚。对了，你怎么不好奇我是如何看穿你身份的？姑娘和大家长是旧识，自然听过我们。小时候我不想学医术，便缠着师父给我讲故事。据说那是天下最厉害的杀手组织，由三姓家族组成，分别是苏家、谢家和穆家，三家同气连枝，又各有分工。每过几年便推选一人做三家统帅，称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杀手团朱影，其中最强的十二人以地之十二校为代号，而你随侍大家长身旁，气度不凡，身上还带着一副恶鬼面具，自然便是朱影的首领。亏了，身为杀手为什么把身份写在脸上？上一任的亏说这是仪式感。这是仪式感？你怎么突然说方言？不是我说方言，是他说方言。不好。什么不好？难道白日里那个人就是上一任的魁？他是不是拿着一根佛杖？折树，他来了。不只有他，还有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。哎，有貌的人呐。折树，你见过神医吗？貌见过啊。折树，咱们还是杀了大家长得了。你不怕苏木鱼跟你翻脸啊？所以啊，你杀。我？我是上一任的仆人。我就说里面有人嘛。哎，不知李家老爷是否在府上？不在，我家老爷出门巡诊去了。卓叔，这跟没人一样啊。去，我要出门巡老爷去了。那我们在这儿等着便是。请便。哎呦，他没戴人皮面具啊。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我还以为只是两个讨厌的江湖人，竟也是你们暗河中人。你们不是一伙的？这是要谋权篡位啊。陈龙，陈龙在。带上这位神医，领大家继续往北去九霄城。是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这是某兔。神医，请跟我走。我要留下来拦住他们。魁大人，九霄城见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就行。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和我一样，好听的名字就该配好看的人。走。谢家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伞鬼，方才那一击也能被你倒下。方才那一瞬，风变了。我真不意外。谢家的紫血鬼和刀炎龙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，
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焦急，想要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疗伤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大家长无事，一切皆好，请回去禀告给谢家家主，劳烦他挂了。大家长这边有朱影守护，就不劳他费心了。道观中的其他气息都消失了，应当是离开了。大家长是否无恙，还请容许长泽见大家长一面。据说你重现了当年苏家第一任家主苏十八所创的十八剑阵，闻名已久，很想看看。我的剑阵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看的。散中藏刃为何不敢一剑？不错，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剑用得好。有句话，但是现在不在。现在想让，晚了。告诉你们家那位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都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苏沐雨，我只说一次，你不杀我们，暗河同门皆是家人。看来谢家那两个人真是废物，既然都没逼你用出你的十八剑阵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好兄弟。方才那人带着谢家老爷子的话来，想必你也带来了咱们那位老爷子的话。你总是很聪明，能猜到那些老头子的心思，可你又很笨，能猜到却不会顺从，甚至不会虚与委蛇。老爷子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是朱影的首领，但你更是我们苏家的弟子。亏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呀，总是那么正经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；当杀手的时候呢，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一点瑕疵都没有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那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强拖着给他陪葬。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你不应该随便说起。是传言吗？朱影之中，三家都有心腹藏匿，大家长中了唐二老爷的血落一枝梅，已经是半个死人了，不然也不会跑来找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。你杀了他，把棉龙剑拿来，我们老爷子登大家长之位，你可以选择继续做你的魁，也可以回到苏家，甚至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的自由。自由？是啊，自由，离开苏家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几百年来谁都不能允许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苏家那老爷子愿意为你破例。这样丰厚的筹码，有时候我真是有些嫉妒你。虽然出自同一座炼炉，老爷子对你的偏爱却实在是太多了。若我拒绝呢？老爷子把你从河里捞上来，抚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跟着大家长能有几年？你和大家长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和苏家的情分确实比我和大家长深，
但我现在是亏，便只能对大家长负责。抱歉。哲叔，哲叔，一百两啊，一百两。哲叔，我和哲叔在老爷们面前打了个赌，我说你一定会这样说，甚至连那一句抱歉我都猜到了。哲叔，你欠我一百两啊。你那个小子坏得很，要不是我晓得木鱼的性格，哼，肯定是觉得你们活活骗老子的钱。老爷子怎么说？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他吧。老爷子真的想谋逆？不是老爷子想，是谢家也想，穆家也想。那么这个位置便只能是谁强谁来做。说到底，这一切也是源于你。之前的一代代，下一任的暗河大家长，都是由魁直接接任的。可这一任的魁是你，你是谁？你是苏沐雨，和我苏昌和一样，我们都是无名者出身。无名者出身的人，没有资格统帅整个暗河。我并不想坐这个位置，等大家长伤好了，我会与他提此事，让他挑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来担任魁之位。你有的时候强得可怕，有的时候又天真的可爱，要不是你武功好，你怕是都死了几百次了。小木鱼啊，你和小仓活得差不多厉害，但加上一个我，你觉得呢？若哲叔和昌河联手，那么我自然不是对手，但凡事总得有一试。唉，为什么呀？偏偏这样的人居然是我苏昌河最好的朋友。天强，我要的山货到了。刚出锅的包子。等等，等等，小的正要给少爷送去呢。多谢殿下。包子，新鲜出炉的包子。驴脑袋，这样的人在这世上能活到今日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你还偏偏当上了魁，真是令人费解。有意思。哎，小仓皇，昌河，不要逼我，我不想和你动手。来呀，用出你的十八剑阵。你若只是这般退守，很快就会败在我的手上。长河，别再逼我。小心。穆家的兄弟，躲在暗处看得可还过瘾，不下场比划比划。苏家苏昌河，你想造反？如今大家长病危，谁不想造反？苏家、谢家，你们穆家哪个不想？动手只需要一个理由，而结果只能靠自己的实力。放肆！大家长如何？穆家如何？岂容你来智慧？方才那一击伤了你的筋脉，若不找个地方调息一下，你活不过今晚。苏长河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。这句我听多了，人人都要我付出代价，我代价很贵的，你们可出不起。但是沐雨，你可
可以。罢了，反正大家长已经走了，打赢了你也没有意义。你若真的用出了剑阵，我收拾起来还会很麻烦。而且我怎么会真的杀你呢？我们可是最好的兄弟、哎，都是好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啦。但是老爷子给我的任务完不成，回去我得死啊。所以大家长必须死，棉龙剑我也一定要拿到。木鱼，我再给你几日的时间好好想想。这个小长河常常满嘴胡言，没几句话是值得相信的，但是那句话我信，他不会杀你的，你们是最好的兄弟。哇，哲叔，我发现你认真说话的时候啊，官话就会突然变得特别好。哦，是吗？这辆马车可真有意思，坐在其中就仿佛与这个世间隔绝开来，完全感受不到外面的一丝波动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将外部和马车完全隔离开来。那外面有人来杀我们，我们岂不是也察觉不到？搬三爷说过，只要没有他亲自来，就算来了几百个高手也攻不下这辆马车。那若是班三爷来了呢？坐完这架马车后十天，班三爷就死了，得病死的。那我要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会不会也得病死呢？你可是神医呀、啊，什么样的病能要你性命呢？你真的能治好我？雪落玉之梅是这世间最棘手的剧毒之一，我也不能确保医好大家长，但我能保证半年之内大家长无恙。半年足够了。你们和苏墨雨交战了？是的，我们发现他已经找到了神医，便不得不提前出手。是属下无能，让他给跑了。他可是苏墨雨，大家长座下最厉害的人，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？若能答应他，那暗河的亏不就是个笑话？你们竟敢擅作主张，打草惊蛇！无二人打草惊蛇，错失良机，请少主责罚。少主，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发现苏家苏长河和苏哲也到了。以他们和苏慕仪的关系，他们不会结盟吧？不可能。我同苏沐雨执行过任务，以他做事的准则，此刻的三家无人能和他达成交易，即便是苏长河也不行。如今三家家主都想坐那个位置，谁先拿到棉龙剑，谁就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次我饶了你们，下一个任务若是失败了，哎呀，被发现了！苏长河，哎呦，抱歉抱歉，踩疼你了。唐华兄，你分析的对，我确实没和苏沐雨达成协议，还差点被他揍了一顿。你这是在挑衅我？我挑衅谁也不敢挑衅你啊，病死鬼谢繁花。
还有要事在身，谢少主，回见。李梅是老挑衅谢家人做某事。哎，谢家人最好玩了，又无能，又喜欢发怒。走吧，哲叔，这游戏啊，开始了。毕业了，你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去了也是白白被折辱。老爷子让我来帮你，听你的指挥，你有没有安排啦？大家长北上，无非是拖延时间，让神医帮他治病。万一大家长病好了，回到暗河，那些老爷子肯定没事。咱们这些跑腿的，难免就要被清算喽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让大家长死。我先派人去拦苏沐雨，都姓苏。苏沐雨不会杀他们，只要让苏沐雨一时半会儿追不上大家长，我们去把那个神医给杀了。大家长和那神医现在有地支十二相的头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向北面的皇城传了个信，皇城里面有个唐门的人，当年在江湖上也算是赫赫有名，九江琵琶亭内三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和百里东君、司空唐风等人并提的绝世高手。唐门未来的家主唐连月，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一定是唐连月。去，昌河，你的这步棋走得行啊！皇家改朝可以天下人为代价，我们暗河改朝换代，为何就不能走一步险棋呢？你还真是人如其名啊，走到哪儿这雨便下到哪儿。你们为何会在此处？是昌河派你们来的？确实是大哥让我来的，我说我不是雨哥的对手，他说实在拦不住你的话，就只能让我睡了去。红心妹妹莫着急呀，暗河之中垂涎雨歌之人又不止你一人，我也很愿意身先士卒啊。你们想拖住我？没错，大哥想大家长死，却不想你死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拖住你。他是不是和你们说我不会杀你？前方有处荒宅，休整一下。此行凶险，在此处冒险停留有危险。若再这么赶路下去，你们的大家长就危险了。行神医的是。家长，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只要不说我没得救了，那你就说吧。大家长倒还有心情开玩笑，怕是贺怀多虑了。一路之上，我能感觉到大家长你似乎有些不安，而我印象中的你是个神鬼不惧的人。因为沐雨不在，难免有些不安。哦，难道他一人能比这朱影十二人还更值得依靠？他是织网的那个人，十二生肖在网上才能成为不错的猎手。这个苏沐雨这么厉害？神医，你好像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啊。谁能对一个长得好看又厉害的人不感兴趣呢？神医若能治好我，我便说服沐雨以身相许也不是问题啊。暗河之人不是从来不与外人通婚的吗？沐雨不同。
要对头转得猛一些，脑袋就掉了。我没有拔剑。川河觉得我不会杀你们，所以派你们来拦住我。他以为自己能猜透我的心。我杀过很多人，也有无法控制住我杀心的时候。你打算对我拔剑？不不不，我只是觉得他太吵了。回去告诉他，大家长他不能杀，他也杀不了。好。回去告诉昌河，大家长他不能杀，他也杀不了。大哥心中一直有一个抱负，他想建立一个全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。大家长，接下来这一轮刑侦或许会比较痛苦哦。最重的那道伤几乎将我整个人都给劈开了，那样的伤我都能挺过来，区区几枚银针难道我还畏惧不成？我说的痛苦可不止皮肉之苦。我这十三针落下，大家长会濒临极限，极限之时意识会不受控制，想起一些痛苦的事。痛苦的事情，你最不想回忆的事都会重现。怎么是您？许久不见了。不对，应当说许久未曾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是苏昌河那个家伙让老师你来拦我的。你总是叫我老师，可我只是炼炉中的一名教习，负责你们的起居，从未教过你剑术。来此也不过是想与你见上一面，下一局棋。号二平五。若是平日相遇，自当陪老师进行，只可惜今日这局棋怕不是老师与我下，而是昌河。你们一起联手破过很多次危局，是我在暗河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搭档。可今日他要杀大家长。大家长值得你这样做吗？值得或是不值得，这个答案真的很重要吗？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说明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是大家长把我和昌河从鬼哭院的失恋中救出来的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可不会把大家长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把你当作家人。但如今我是魁，那么身为魁便应该护住大家长的性命。什么？在看月亮啊。姐姐喜欢看月亮啊。月亮啊，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了。
姐姐生得这么漂亮，却每日戴着一张面具，可惜了。神医比我想象中的有趣得多，我既然戴着面具，你怎能看出我的容貌是美还是丑呢？我会看骨相啊，我可是神医，别说一个大活人站在我面前了，就算只看到一只手，我也能想象出对方的容貌，所以你不用摘下面具，我就知道姐姐长得国色天香。你的那个同伴丑牛不用看就知道，丑得很嘞。莫叫我神医，你本来就不好看。神医莫怕，那是丑牛。多谢姐姐。姐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沐雨沐，如诗一般的名字，和苏沐雨这个名字好像啊。你们两个是一对吗？啊？我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吗？锁好门，别乱听。不吃可惜了，到北方就没有这么好吃的桂花糕了。姐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和奎大人自然不是一对了，暗河中人若是成了婚，那就得退下来做一些内堂事务，很少有在外执行任务的了。那未成婚，只是单纯的彼此喜欢呢？奎大人会喜欢人吗？我觉得他谁也不喜欢，谁也不讨厌，很无趣，但又无趣的很有趣。什么是无趣又显得很有趣？长得好看而无趣就是有趣。现在的大家长随时会梦中拔剑，闭目杀人。邪魔歪道！不过是一些魔杖，到长了便是。之前的一次次一样。醒了，出去！这么凶，看来大家长已经清醒了，那继续整治吧。32人，这些人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方才也是这样的梦境？其实我并不害怕这样的梦境，我能杀他们一次，那么就能再杀他们一次，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梦里。但是这一次我拔剑之时，我的剑已经断了。沐雨回来了吗？回大家长，还没有。他与你出生同姓宗门吗？不，他是无名者。无名者，魁。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看来魁，才是大家长棋盘上那枚最靠得住的棋子。你还是没变。总是那般执拗。已经成为了别人手里，若心中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就像是死了。老师，你败了。
听闻你剑术一日比一日高强了，却没想到奇术也远胜于我。我能拦你的筹码，或许只剩下最后一点情谊了。既然有几分情谊，那么老师是否可以让我过去？抱歉，可否再等一炷香的时间？当年我和昌河被人设计掉下山崖，是老师将我们救了。这份情谊我记了多年，老师今天用一炷香来耗尽这情谊，值得吗？不值得，但如你所言，很多事情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听说你前几日遇到了穆家那位杀手。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长河想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暗河，在那个暗河之中，不应再有点灯的童子，也不会有隐魂的阴鬼。可这依旧是用杀戮推翻另外一个杀戮，在这条路上会死很多人，很多我在乎的人。时间到了，后会有期。杀戮过后，便是新的暗河，必定会有光明。我明白你想两全，你想护住所有人，可是道阻且长啊。刑责将至。带大家长走。难得有片刻的喘息，又要逃命赶路了。等你治好了我，那便无人敢来了。不愧是朱影啊，每一次行动都如此迅捷。保护好大家长，九霄成见。撤。把你们大家长留下。你是谁？徐真，唐门的人。这辆马车是空的，休想骗我。吴马，你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魁大人快到了，你多加小心。你是唐门的谁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天启城玄武守护使。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里？我要见他。一，这里不是天启城。二，我们暗河不听朝廷指令，大家长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守护使的身份而来，我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负责来清算。起。你以荧惑纸蝶为饵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以为我没有发现？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幽冥珠原本都以吐丝奇毒攻击对手，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些什么？你们唐门最怕什么，我就放了什么。自然是霹雳唐雷家的霹雳子。你是暗河穆家蜘蛛女？不喜欢这个称呼。看来这天启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宝，所以我也并不怕你的霹雳子。长河东有这么多苏家弟子拦截我，
想阻止我和大家长他们会合。大家长和十二小估计也遇到麻烦了。就被你杀了，还好玄武使连香西域，最后一刻手下留情。破！松女怎么还不来？媚术。媚术？我方才用的可不是媚术，是虚影步啊。哼，都是邪魔歪道。哦，原来你是被我的美貌吸引了呀。说媚术也没错，我的美貌啊，天生自带媚术。这一次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。九江琵琶亭，你以三道暗器名扬天下，能让你尽心一战，羽墨自豪啊！你既然知道我的暗器，还要送死？这些蜘蛛就将你变成冰人了，再配上一些狼蛛，炸得你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三道暗器的第一道，千鸟精灵。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，你真的要杀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吗？同样的媚术，我可不会再中。我都说了我不会媚术，若有波动，那便是心动了。哼，妖女一派胡言，看针。哎，你能不能换一道暗器啊？这么多针扎我，死得太丑，能不能给我换个美美的死法？妖女还耍花招。若我死前能见到你三件暗器齐出，也够我到地府吹上一阵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血玫瑰，当它刺入你体内，血液便会流入这花瓣之中，盛开出鲜红的玫瑰。你很美。看来今天是真的要死了。苏沐雪，你的面具呢？被这个灯兔子给打掉了。唐莲院，听说你现在是魁，能与你一战，也算不虚此行。牵出阵。
伤势不要紧吗？你很久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了。没有大碍，其实唐林月手下留情，不然我可真死了。大家长身边除了苏沐雨之外，还有其他你在意之人吗？你是说雨墨吧？那个女娃娃，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。放心吧，我不觉得天下间有人会舍得对雨墨下杀手，包括那心如磐石的唐连月。居然用白驹之阵来拖延我的时间。诡计多端的女人。还好遇到的是他，玄武使唐连玉，他一直都很讨厌杀人。胡说，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他对我一见钟情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他方才说我对他用了媚术，才让他出手晚了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弟子都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，这我知道。红颜祸首。见色起意，宇哥，那个木头现在应该发现我的白驹之阵了。我去找一辆马车。你难道一路上都是走过来的？昌河一路上派人拦我，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。昌河那家伙，唐连月也是来寻大家长的，难道烛影之中？哎，这有马车。哎，你们干嘛？这辆马车我买下了。稍等，我去问问。我家主顾说了，这架马车你们着急就拿去用吧，银子不用了，照顾好这位姑娘。又是个见色起意的。那便多谢了。驾。宇哥，什么？方才听你说，昌河成了苏家这次行动的领头人，你们一起长大，这一次一定要向彼此拔剑吗？你我是同一日入的朱影，朱影就是要誓死保护大家长的安危。我自然记得，可是，只要大家长病一好，重新统帅三家，那么苏家自然会收回首领，昌河便可以安全的回去。我是想我们两人，也可以不必向对方拔剑了。宇哥。你的剑法强得可怕，可你的想法却很天真，是吗？是啊，他总是那么天真。你明知他天真的要救大家长，为何还把马车借给他，助他一臂之力？我们在这里拦住他，正好借唐林月的手杀死大家长。大家长要是死了，估计咱爷俩也得交代在这儿了。我已经让毁叔去散播消息了，咱们得去九霄城下盘大棋。你们来了。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在此处拦截？谢家人，还以为来的会是穆家。慧叔，您的听声辨位连家族都能听出来，太强了吧。是呀，慧叔，穆家人没来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慧叔，瞎子，你是苏家宿鬼，杀了他们吧，记得留个活口。苏家到底要干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想杀大家长，去九霄城。慧叔，大哥交代要把消息给穆家，现在却把消息给了谢家，这……不妨，谢家知道了，穆家也就知道了。
宇哥那边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沐雨那边就交给昌河吧。我不想和沐雨打，上次动手只是为了给老爷子一个交代。在暗河，沐雨就是照亮我的那束光。这么死在这里了吗？是谁？是我。你是十九？快信上来，回去的路不好走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晚饭时点卯，只有你不在，就出来寻你。寻我？嗯，快上来吧。可以相信他吗？喂，你想什么呢？快上来呀！好。你为何会掉进这个坑里？哼，那帮家伙是见输了，怀恨在心，假意约我私下比试，暗中做了陷阱害我。教习不在的时候，不要接触其他人。你也是其他人啊！你放心，我从来不欠人情，你这个恩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的。不必放心上。可要跟紧哦。你的剑势有些疲软啊，输赢还未知。谁说剑势一定要刚猛才会赢？我们打了四次，你赢了两次，我赢了两次。不好了，这一次定输赢。本来说好一局定输赢，第一局你输了，就是三局两胜。第三局你输了，留着五局三胜。这局输赢可真的作数？作数作数。说好了啊，输了的就去师傅房间里，把那坛好酒给偷出来。好。鬼叔，我赢了，这局不算。这便是你替苏家选中的两个无名者。这一批无名者之中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强，更适合苏家了。嗯，无论是身法还是剑技，都无可挑剔。带他们进望书楼，不要被穆家那些人发现。遵命。这便是珍藏苏家剑谱的望书楼。鬼叔，嗯，你偷偷带我们进来，不会被责罚吧？我一个瞎子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会被责罚呢？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，惯性之礼马上就要来了。十九，我们挑最强的剑谱回去。三月之后就是无名者试炼，你们每二十个人，只有一个人能从鬼哭渊走出来。被暗河选为新的家人。寸指剑，这是暗河最顶尖的匕首操剑术，极为凶险，无论是对对手还是对你自己。这倒和我很是相配啊，那我就选他了。
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师兄，你好了没？你在看什么？十八剑阵，回叔，我选他了。十八剑阵，这是本残卷。自从苏家高手苏十八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重现这门武功了。你确定要选择他吗？就他了。生死关头，不如选一个学起来快的。回叔，就他了。我们就一起戮力同心，奋进独行。到了惯性之礼的年纪，我还记得当年沐雨回我的那句话：只要足够强，就可以天真。苍虎，再不走，九霄城的好戏我就要开场了。别急嘛，哲叔，喝了这杯就走。苍虎，你有没有查过当年惯性之礼，你和沐雨为什么会分到一个组？当年是穆家搞的鬼，苏回把他们两个人带去望舒楼了。是的，那两个孩子确实扎眼，若苏家同时招入这两人的话，难免会对穆家造成不小的威胁。家主的意思是苏家呀，也不能过于贪心了，就给他们留一个吧。该死，我们被分到一组了。小心点，不要走散了。这还怎么走散呢？谁都知道你们两个剑术高超，不如先合力把你们杀了，我们剩下的再斗还有几分生机。哼，师兄，这边十个归我。一群乌合之众想杀我，做梦。师兄，小心暗器。这是什么剑法？十八剑阵，学了一个平均就有一次这么厉害。一起揍他。师兄，试杀双剑阵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？都是无名者，打伤即可。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可就要杀你了。同是无名者，为何不留一条生路？无名者第一刻你都没接好。无名者第一刻绝情，你是没学好，你是不想学。他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他杀。我从没杀过人，今天非要给我破例吗？你看看他们，都快杀疯了，有谁拿你当同门了？早被杀手，不想杀人，真是可笑！可笑，你还不配！你杀人了，你这个木驴脑袋终于开窍了。不是开窍，是他们不值得。不用再杀人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，这是鬼哭渊试炼的规矩。长河，你做什么？这是当年我欠你的。我说过不用你还。能活着，没人愿意去死，但暗河百年的规矩，注定只能活一个。他们想要的是杀手，
我们两个是最合适的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。你太天真了，只要足够强就可以天真。傻子，我们出不去的。这一组的名单不合理，死掉任何一个都是我们暗河的损失。子哲倒并不这么认为，一个断情绝爱的杀手和两个仍心存善念的杀手，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更需要的？你别吵了，看他们，看来是最不好的结果啊。活着的若是两个人，那两个人就都得杀了。很好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挑战暗河的权威了。我们出不去的。我们活下来两个人。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杀死你背上那个，你便可以行惯性之礼，正式加入我们暗河。不然你和他都得死。我们两个人都要活。很好很好，危难关头不愿弃旁人于不顾，看来是朋友了。只可惜杀手是不许有朋友的。杀了我吧，别犯傻了。我们两个都要活。好大的口气，那便来试试。家主，他们再优秀也只是两个无名者，为了他们和穆家起冲突，不知道。住手！恭迎大驾下场。百年来，鬼哭冤中，向来只能活一个。你这么做，是要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我们两个都要活。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值得暗河为你们破这立了百年的规矩吗？值得。白痴，这下真的一起死了。我保证六年之内，我们会成为暗河百年来最优秀的杀手，整个暗河都将会因为今天而改变。哦，三家之中你想去哪一家？大家长，不可听他信口胡言。只要你能力足够强，规矩是可以打破的。暗河这百年来也破过不少的规矩，我今日破了这规矩，且亲自为你进行惯性之礼，但你要是做不到你说的，六年之后，我亲自来取你的性命。死在我的手上，可比死在别人手上要痛苦百倍。多谢大家长成全，我和他都要入苏家。苏家欢迎你们二人的加入。可想过取什么名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何呢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放进了一个木桶之中，挑到了这里。那天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。是个不错的名字。那么你呢？想叫什么名字？苏昌河。苏昌河是个很有野心的名字呀。自今日起，苏沐雨、苏昌河正式加入暗河苏家。双日为昌，意为兴盛、明亮。昌河意在让暗河走出阴暗，迎来光明。
睡得那个香啊，做了某种美梦啊？不是什么美梦，就是一些很久远的事情。那个时候算是大家长救了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吧，现在我却为了执行家主的命令追杀大家长，算是恩将仇报。那不是你们学的第一课吗？确实，第一课就是绝情绝爱。我现在这样做也算是回报大家长他的教育之恩了。若说不要脸，苏家你第一。哎，哲叔，你是暗河本家弟子，按说也可以娶亲生子，那你有家人吗？以前有过一个女儿，粉雕玉琢，很可爱的，不过死了。苏沐雨在木桶中顺着河流到暗河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下着这样一场暴雨？宇哥，你一路都不曾歇息，不如先缓一下。不能歇息，即便九霄城有筑巢也不安全。出影之中有内奸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我可能就是那个内奸吗？唐门的人真是有钱，身上一堆破铜烂铁，也不知道打飞了会不会。你来的倒是挺快啊，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要见我。你该抛下他们，他受了伤，你们驾着马车走得快，我自然追得上。我拦住他，你跑。宇哥，我方才说了，我是奸细。我只当是一句玩笑。昌河找到过我，但我不想在你们之间做选择，所以宇哥，你去将一切事情了结吧。不必推辞，都得留下。走啊，相信我，让我舍不得杀了。怕我杀了你？你觉得呢？你真的很自信。江湖中不缺多情郎，但是今日多情，明日无情。虽说前几日你看了我一眼，乱了心神，但过了几日了，或许也忘了，又或许在你心中报仇为重，儿女情长随处可放。谁看你乱了心神？唉，虽说我沐雨墨天生国色，乃暗河第一美人，但是我们毕竟不过是初次相见，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，你对我终究是没有太多的深情。见色起意？我的龙须针你要不要见一见？哦，龙须针不必了。该死，我居然没有发现。哎呀，原来天启四守护的玄武使也难过美人关呀。你放我下来。你当我傻呀？放你下来你又要喊打喊杀的，多无趣啊。真以为区区蛛丝就能困得住我？武功再强也不过是个小男人，不解风情啊。罢了罢了。妖女，我杀了你。
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。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啊。北离西剑，南绝挥刀，这个传统远起开国时期的施剑仙。当年江湖万千儿女，有九成都想做那施剑仙，还有一成想嫁给那施剑仙。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，我还听师父说过，天下剑客年轻时都想来一趟九霄城，都试图在几百年后仍能感受那一剑劈开九霄的诗与剑意。究竟是什么剑能一剑劈开九霄呢？按照史书上的记载，施剑仙最后一剑杀死剑魔的时候，那一剑之威将整片天空中的云彩都劈散了。后来施剑仙踏剑离城，九霄城下了整整十日的大雨。作为一座北城，下十日的大雨可谓是前所未闻，所以有说法是施剑仙那一剑把天给打漏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剑破九霄。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就没有想过来九霄城看看吗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而暗河之人的剑只是凶器，更何况我年轻时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学的。哦，苏沐雨呢？他会对这个传说感兴趣吗？他的剑也是凶器。这里便是九霄城了。大家长这会儿应该快到筑巢了。李伦把人塞进朱营？是的。就连家主都冒着办法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朱营。我很了解苏沐雨，很清楚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人。哲叔，奔波了这么久，找一处地方歇歇脚吧。嗯，休息？若大家长他们进了筑巢那易守难攻的地方，我们再想下手就不容易了。不必我们动手，我把消息泄露给了谢家和穆家，他们会动手的。你这个人果然坏得很。哲叔，我得去会一个人了。我也想成为英雄。他真是有志向的，这家伙比我预计的快呀。好久不见。你我虽然未见，一路上遇到的可都是你。我这不也是担心你吗？长河，不必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动摇的。你干嘛冷冰冰的？下马喝一杯吧。我还有要事，处理完了再跟你喝酒。走。若是我非要留你喝一杯呢？一路上我已经妥协很多次了，不要逼我。哎，谁让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呢？可惜啊，你现在去了也赶不上谢家和穆家的速度了。不好，驾。穆雨，我迟迟未动手都是为了你。就因为我说了他一句丑，他便一直怀恨在心。小十一，你之前说过你找到了能彻底治好我的方法，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告知于我了呢？天下第一毒门温家座下有一盏葵堂，专门研究解毒之术，这帮人很疯狂，遇到解不了的毒
那便以身试毒，能解就解，解不了就死。他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你只有真正中了那毒，才能了解他，了解他才能对付他。以身试毒，先中毒再解毒，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小神医为了几张银票愿意为我以身试毒。自然不愿意。小神医说这么一大堆话，不是为了调侃我的吧？药王谷的移魂大法，大家长可曾听说过？移魂大法，一旦对某个人用出这个法门，便能与他的五感共识，甚至彻底占据他的意识，他的过往，他此刻的想法，都会被对方彻底侵蚀。而且一旦用了移魂大法，那么大家长的性命便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大家长可愿一试？咱们试试。大家长，到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猪巢，看起来很普通嘛。不要小看这院子，寻常人踏入这里，可以让他有100种死法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踏进去。保护大家长！嘿！大家长，是谢家的人，就怕不止谢家的人。这是什么？木匠，王木匠的天王针。大家长，咱们趁现在退回马车吧。来不及了，已经进来了。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大家长，你伤势如何了？老病鬼，你这变身入骨髓了，神仙都治不了了。是啊，我是个注定快死的人，所以我才敢来呀。你怎么知道我行踪的？你大势已去，退下来颐养天年不好吗？若是我拒绝呢？若大家长拒绝，那么繁华只能冒犯了。你们想要的无非是我这柄年龙剑。是我年龙剑才是暗河真正的主人。如今握住年龙剑的人还是我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大家长的位子交出来。兄弟苏昌河已经把你给卖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也到这儿来。你不用挑拨，我相信昌河不会这么做的。你不信？
那你就去问问丑牛，看他把朱朝的布防图给谁了。再说一遍，让开！你就这么着急跟大家长会合？我没空陪你玩。我家的墨隐哲又失败了，走吧，通知谢家，下一个路口拦住苏墨雨。家长，你能用内力把引魂香的毒素逼出来，太厉害了。我出身穆家，熟悉这引魂香，可惜让他们探到了我的伤势。这应该才是谢家和穆家的目的。穆雨回来了吗？还没。钥匙。
在这里多少年了？也在这里30年了。没想到此生竟还能等到大家长亲临，无憾了。你本该在这里颐养天年，我来此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们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说颐养天年呢？入门一刻，屏气，无言，凝神，运功。可以说话了。这是无声之阵。是，这便是无声之阵。这位姑娘是？我叫白鹤怀。你要是早50年遇到我，我能治好你的驼背。这是药王谷的神医。你这驼背不是天生的，是被人下了毒变成这样的。多谢神医了，老朽已经习惯这般了。也不是不能治啊，就是这个价钱呢需要高一些。哦，有多高？不如把这个宅子送给我吧。神医还真是个贪心人呐。传说中朱朝有朱影万人，你这朱朝就住你一人，太浪费了。大家长，请进屋歇息。若有情况，将门上的那只木鸟放出去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。方才那位老先生对大家长您是忠心的，为何在他面前还要强行保持着无视的样子呢？我之前的确信任他，毕竟我们已有30年未见了。移魂大法，今日不行。大家长，你方才经过一场大战，精神极为虚弱，若此时强行用移魂大法，怕是你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。只要这朱朝真有大家长您说的那般铜墙铁壁，那我们再等些时日。等您精神恢复了，才能用移魂大法。大家长，你好好休息。今天的月色真美呀。是啊，今天的月色很美。谁？
鬼宗部？你怎么会苏家的武功？你看错了，我就是随便躲了一下。有意思，本以为一招就能杀死的小丫头，倒是给了我惊喜。惊喜？惊喜总会越来越多的。把那斗笠摘了吧，你眼神不好。苏家的三针引线，这可是很多天字杀手都没能掌握的技艺。别乱动，再动我就杀了你。我已经动弹不得了，你现在只要给我再来一针，我就死定了。我才不会那么傻，谁知道你有什么诡计。来人，虽然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，但还是一刀杀了比较好。回来了，是谁将你带进来的？朱影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你不相信他们？我更相信结果。他们忠于你，但不代表他们忠于大家长。什么？他们觉得你的选择错了，他们只是想帮你走上正确的路。别说了。就到这里了。苏沐雨，你身边的惊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。不要拉他。为什么？就当是我的请求。你和那个小胡子关系很好吗？是的。你们暗合可真是复杂。你这有内奸？抱歉，请神医此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。我刚刚差点被他杀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姑娘，你只需尽心尽力治好大家长，剩下的事情是我们暗合自己的事情，请不要过问。那你能不能和你们暗合的人说一下，杀人的时候不要算上我？我答应姑娘，从今天起一直到大家长病愈，不会再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。这是你能说了算的。要杀姑娘，得先杀了我。这家伙还真是让人信赖。药王古神医，暗合杀人术，真是有趣。什么这么有趣啊？是你？
穆青阳，你居然敢来九霄城？我有何不敢来？现在杀大家长倒是个好时机。是不是好时机，你说了不算。卦象不宜，我们穆家的人已经到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今天开心，免费帮你补上一卦如何？不需要。需不需要都是凶卦，九死一生。遇到你这个怪物，可不就是凶卦吗？不光是我，还有你们苏家的老爷子也。回来了，哲叔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本来睡了，但被人吵醒了。他们在客栈等你。哲叔，你这铃声太催魂了，我还没上去就抖了。嗯，自求多福吧。总是搞得这么阴森森的。不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走。老爷子。你还记得我这个老爷子？老爷子，明鉴。放开他吧。你们再这样用剑架着他，他的匕首就要割破你们的喉咙了。老爷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大家长不应该入九霄城，即便入了城，也不该让他蜘蛛归巢。是长河无能。老爷子，有话好说啊。拔剑做什么？我说要杀人了吗？老爷子，十日之内，我必替你取到棉龙剑。你之前从来没有令我失望过。希望这一次也是。我怎么会让老爷子您失望呢？刚才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探路了。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老爷子给了你手令，苏家在九霄城的人，你为何不用？我不想让苏家和朱影正面出冲突，怕坏了老爷子的名声。我看，你是想保住苏沐雨的命。啥时候来的？这处筑巢一共有36处机关，每一处都凶险至极。躲开机关的办法一共有4种，但不管怎么躲，这里是躲不开的。哪里？这里，这里是整座筑巢的阵心。你给苏家的机关图上少画了这里。你把朱朝的机关图给了苏家。我是朱影十二校，我也是苏家苏山君。进了朱影，便不再是苏家的人了。忘记加入朱影的誓言了吗？大家长到。恭迎大家长。都坐吧。各家家主，上次任务朱影十二校伤亡惨重，我也身受重伤。今天我这魁的位置也要交给大家长选中之人。这就是新的魁，苏沐雨。大家长，苏沐雨是无名者，没有资格成为魁。按合规矩，魁必须是苏、吴、谢三家直系血脉，不能坏了规矩。
是啊，魁将来是要继承大家长之位的人，无名者不妥呀。你们放心，等我退位，自会交出棉龙剑。苏沐鱼只任朱影首领，不记大家长位。大家长，如今暗河处境凶险，我们三家正统血脉，谁是他的对手？要护住棉龙剑，光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。若是无名者也有资格，那我穆家也是人才济济。既然各家都有能人，那今天就比试比试。谢大家长厚爱，沐雨必定全力以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请各家主挑选精锐，擂台比武，一炷香后胜者为魁。擂台之中一一对决，各家家主不可进入观战，生死有命，各家不可因此结怨。家明知你不是我对手，家主说我杀不了你，他就杀了我。雨墨，相信我，我们都不会有事。昌河哥哥，你就那么想当魁？不想。那你出手，留给三家干什么？我要听大家长的。因为之前你跟我说过的那处家园。是的，昌河，我会走到那处家园，带着大家一起。一个虚无缥缈之地，你为何如此相信？作为一个杀手，能相信的只有手中的剑。那便以手中之剑斩出那条路来。这话才有几分意思。你要当魁，我不拦着你，只希望你能记住我说的话。你能信的只有手中的剑，以及我们。还有谁？苏家，苏神君。看来我们苏家苏山君成为下一任魁了。大家长，我赢了。好。各位家主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没用的东西，穆家的都杀了吧。穆家家主且慢，大家长，这些人都是暗河翘楚，请大家长留下他们。正好要重组朱影十二校，
作为新任的魁，母鱼，你的手下就由你来选吧。谢大家长。戴上面具，你们就是新的朱影十二校，听命于魁。朱影就是要誓死保护大家长的安全。朱影誓死保护大家长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当年的誓言是我们一起立下的。哦，世道变了，醒醒吧。你比谁都清楚大家长必死无疑，你何必这般愚忠给他陪葬？你若大势所趋，我们就应势所趋，忠诚的意义何在？头儿，你拿了明龙剑吧，我跟着你。你走吧，改了姓名换了相貌，永远别回暗河了。猴，你的剑法是强，但你护不了所有人。你再说下去，今日便走不了了。该让他走啊，他是我的家人，只是与我做了不同的选择。你是杀手，居然还想做个好人。谢家最好的刀来了。来主和穆家联手进攻都朝的吗？我的条件你答应吗？好，进了都朝，苏沐雨的命是你的了。好，让谢长泽与你同去。听说谢家和穆家联手了，你怎么看？我就等着一出好戏开场喽。等？但是老爷子不肯等了呀。想拿到棉龙剑总要有点耐心呢，况且是这么好的时机。呦呦呦，这不是丑牛吗？堂堂地支十二校中的丑牛，怎么面具也会了？鬼鬼祟祟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谢长泽，看你这模样，成丧家之犬了。与你何干？你是谁？为了对付你们朱影，各家都培养了一批好手，每一个人都不比你们逊色。别动。他让你别动，我劝你最好别动，把朱朝机关毒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你做梦。把他抓下，浪费时间。你把他杀了，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。他是不会说的。好不容易守到一只落单的蜘蛛，就这样被你杀了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谢不谢？谢什么谢？你是穆家毒花穆雪薇，穆家指派了你来。有我还不够吗？避开，
需要。你的刀法不错。穆雪薇，你中计。我的夸奖吗？够了，我不想杀你，但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说着不想杀我，道道暗器用得一点都不含糊呢。我快死了。同样的戏码，不会上当了。不喜欢杀人，更不杀女人。你还在骗我？你终究是放不下我。什么必定保我无忧？我现在喊一声，你能出现吗？苏沐雨，九霄城的红米糕味道如何？吓我一跳。我说过保你无忧，自然不会骗你。这红米糕比江南的桂花糕可是差远了。对了，我有一事。但说无妨。医治大家长还得再加钱。神医怎么钻进钱眼里了？生活无忧才能潜心治病啊，加钱。不知神医想要加多少钱？也不多，等事成之后这处猪巢送给我得了。你要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机关多，安全。一句话行不行？九霄城是北城，红米糕也不好吃。若事成之后我还活着的话，我把你江南的白鹤药服改一处机关药服，如何？那也能有你们十二校保护吗？你也会去吗？这……苏沐雨，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啦。我可是带着猪巢布防图来的，你敢杀我？你是谁呀？他是谢长泽，这一代谢家机关术阵法术第一的人。你从落地之时开始就见了他的阵法了。穆青阳。正是在下。来，我给各位算一算此行联手的吉凶。桃花壁，青城山道剑仙赵玉珍特制而成，剑为凶，花为吉。你卜卦如此寒酸啊。哎呀，大道至简。哼，你果然是个假道士。有人来了。不愧是谢家谢不谢，最先发现了我。装神弄鬼。他就是此次穆谢两家联手行动的总指挥。在下穆白，人都齐了吗？没想到穆家派出的人居然是你，还挺有诚意。哼，谢家的诚意就很一般了，派了个将死之人。谁先死还不一定。如今有了猪巢布防图，我们谢家谢繁花，谢长泽，谢不谢？穆家，穆白，穆青阳，穆雪薇。好，就让我们六人。
先去探探朱朝内政务。那个穆雨墨怎么还没回来？任务完成，他自会回来。这么无情。原来你不喜欢穆雨墨。雨墨，我们一起长大，他是我的家人。看来雨墨真的拖住了唐连云。雨墨小心。神医何时开始医治大家长？你让人准备100红烛、18面铜镜，明晚就医。好，那便仰仗神医了。此消息一出，估计暗河三家都会知道。雷门的冲天剑一定很贵吧？与雷门并肩作战时他们送的礼物，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。雷门可是名门正派，和你们暗河还会并肩作战？暗河不是任何人的敌人。哲叔，你一边说着时间不多，一边又悠然自得，很是闲事吗？希望这场雨停的时候，一切都可以结束了。是啊，雨啊，倒是快点结束啊。哎，掌柜的，要2间上房。哎，2间？哎，得嘞，最贵最好的上房。来福，领客人上楼。客官，到了。多谢。唐连月是你引来对付大家长的，稍安勿躁。雨墨怎么会跟唐连月在一起？看样子，雨墨好像昏了过去。雨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唐连月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小雨墨的本事，你也不是不晓得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雨墨，是你？他是我们暗河的人，我既然来了，人就交给我吧。按说我要杀的是大家长，其他人与我无关。但是，哦，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第一美女还有几分怜惜啊。他这伤只有我能治，别试探我。那就劳烦你照顾好他，先告辞了。你看什么？看你呀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那我好看吗？莫名其妙。口是心非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不想杀你。何必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呢？我守在这儿只是怕你伤势太重，徒生变数。知道了。那你打算一晚上都坐凳子上？天色不早了，不如你睡这儿吧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看你为我疗伤辛苦，不想你染上风寒。你现在身子很弱。你的意思是等我身子好些了再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从来都是别人求着我，现在倒像是我在央求你了。地上湿寒，要怎样随便你吧。我出去一下。你要走？我水喝多了。玄武使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去睡觉。若你真的怜惜我这妹妹，就在这里守她几日吧。可笑，我为什么要守你们暗河的人？九霄城的天
要变了。大家长的头颅，我替你拿来。你小子，开工了也不叫我。头，十二小集结完毕。丑牛离开的真正原因，我想你们也能够猜到。所有的一切，在今晚都会有答案。头儿，我们听你的。今夜，请大家务必守护好此处猪场，护好大家长。头儿，你可以选择的。还当我是头儿，就记住我们的使命。我等不负使命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大家长，准备好了吗？神医，开始吧。好。神医可是医好了大家长？哪有那么好医啊？刚施完针，此时大家长神识还是很清醒的。你呀，还是多关心你自己吧，整天心事重重的也不嫌累。抱歉，刚才想起了一些事情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和那个小胡子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昌河，他。他真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昌河和我一起做无名者，一起走出鬼哭院，一起加入苏家。什么人？头，是丑牛的十二孝印记。不用看我，这会儿大家长还清醒着呢，有事你去忙好了。虚构，你们保护好大家长和神医，我去就回。是。苏家不留无用之人，念在你是本家弟子的份上，你自裁吧，也算是给你留点颜面。老爷子且慢，暗河正值用人之际，朱影十二孝也在重组，不如将他们并入朱影，如何？怎么，刚当上魁，就想给我这个家主一个下马威不成？沐雨不敢，还望老爷子能够成全。多谢魁大人仗义相救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今日之后，我们便是朱影，誓死保护大家长。誓死保护大家长。誓死保护大家长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便是家人了。当初入朱影之时，我曾给过你承诺。虽然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不同的路，但我仍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只是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猴，小心！
当我们执剑的那一刻起，所问的从来都不是值得二字。不问值得，那问如何？只问己心。头儿，我相信你。大家长如今大势已去，为什么就不能拿了棉龙剑继大家长之位呢？楚牛，这就是你心中所想吗？也省得各路人都来杀我们。我不想拿棉龙剑，也永远不会坐上那个位置。你们跟随我多年，应当知道我心中所想。是，头儿，你有自己的坚持，可我们呢？我们也有自己的私心和野心，我们也只想好好的活下去。我们都曾立下誓言，只要我还是魁，你还是十二孝，那守护大家长便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。剩下的事情，待尘埃落定，我自会解决。头儿。你的剑法是强，但你护不了所有人。你想好好活下去，所以我让你暂时离开了这场纷争，但没想到却是害了你。你就是太天真了，你不会真以为事到如今还真有人能从这场纷争中脱身吧？可当丑牛摘下十二孝的面具时，就已经与此事无关了。可笑的想法，只要还在暗河，谁又能真的无关？即便他的死活已经与这场纷争的结局并无关系了，大家长的周围已经无人了，只剩下你们这帮冥顽不灵的朱影十二孝。我们当初立下了誓言，要誓死保护大家长。这就是你所谓的誓言？可你也曾说过要带着他们好好的活下去。三家对你们虎狼相视，刀剑尽出，你觉得你们的机会在哪里呢？暗河三家本是家人，大家长并不是没有过传位的想法。你拿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却要杀你，你还真是木鱼脑袋啊！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三家底牌尽出，大家长必死无疑。靠着杀戮夺来的大家长之位，有多稳固呢？就要用移魂大法了。疗伤期间，任何人不准打扰。十二小加强戒备。是。从正门进入便是无声阵，记得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少主，既然这里有无声阵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从正门走啊？因为只有走这里，才不会遇见朱影十二孝。至于苏沐雨，你还是那么固执，睁大眼睛看看吧，沐雨，这样的结果不就是你造成的吗？难道真的要让朱影都因为你的誓言而一一送命吗？我依然会记得我当时的话，手中握剑之时，不问值得，只问己心。我知道，你还在想着家园，对吧？沈音还在给大家长疗伤。哦，已经进去大半个时辰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少主，现在可以说话了吗？可以说话呀。就话多。去看看。木家的人，无声阵要在几分钟之后才能启动。谢长泽，糟了，中计了！是慕白，谢虎啸，对手是我！快去拦住他们！
谢家谢虎啸，你的敏锐不如从前了，莫要小看我们。继承了龙牙刀的人，阿虎，看来谢家出了一把比我们更好的刀。谢不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我等这一战很久了，今天你们两个是我的。想走？给我老实待着！去死吧！我们走。巨石迷魂阵，起！不错不错，先算算与你们一战结果如何？桃花面，大吉！一条道会更逍遥，无情游戏，一切复活难。